学弟妹们，大家好！刚刚谁说要加我粉丝团的？要加哦！是学长吗？好，哪有？我是你学妹，好不好？不要装。对 ，Scott 在这边。好，因为可能那个很久没回学校，应该蛮多学妹或是学弟应该不知道我是谁，所以先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卢莉莉，你们好。今天很开心可以回来找乐趣，然后表演。那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我的创作，其实我之前就一直很希望可以在学校演唱自己的歌，那之前我回来都是唱其他的好听的歌，那这首歌呢也会收录在我明年即将发行个人创作单曲的其中首歌里面，所以那个老师我还没发，明年等我明年发好不好？对，到现在今天来打歌，所以希望大家到时候明年我的那个创作单曲发行的话，大家可以支持一下，你们会买吗？会。谢谢，我待会跟老师要名单，我一个一个 check。好了，那接下来这首歌是其中一首创作，然后这首歌是写给我阿嬷的歌曲。那这首歌，因为我小时候算是被我阿嬷带大的，所以跟她的感情非常好。然后之前有一阵子她的身体非常不好，那所以我就写了这首歌送给她，希望她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可以多多想念我，然后也可以就是记得她有很多家人在支持她，所以希望大家听完这首歌可以想想你的家人。然后如果你们很久没回家，如果在外地读书的话，可以多多回家看你的亲戚还有你的家人。这首歌叫做翠霞，那翠霞是我阿嬷的名字，然后我阿嬷也姓宋，宋朝的宋，所以这首歌叫做翠霞，是送给翠霞的歌，希望你们会喜欢。接下来这首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首
台语歌叫做《单薄啦》，有听过吗？也没有，好，年代太久远了。这是我小时候跟我阿嬷常唱的歌，那唱给大家听。如果你们有听过会唱，可以跟我一起唱，好不好？You begin